Hello， 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谢谢阿尼巴，那么快一点吧，我有这些东西给你们分享吧。那么第一的消息是什么？第一的消息是关于我们的现在的天气，然后我们会看见我们有这些太阳还有云，所以今天我们会想不要下雨吧，啊，不要下雨。那么，第二的消息是什么？第二的消息就是这个国籍的事情啊，国籍的事情。因为呢，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在2005年，我在日本，然后我遇到这个菲律宾中菲律宾人啊，但是他给我说，但是他的国籍啊，他的国籍就是日本啊。但是我问他为什么你不会讲日语，你讲的不那么好啊，为什么呢？然后我看一下，他也考这个日本语的日语的考试，所以呢。如果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，我们觉得有一点奇怪呀、你说你是日本人，但是你不会讲日语，讲的不好啊、所以呢，还有呢，我记得这些坏人吧，他们要说。他们有中国的历史，是从中国来的，是从厦门来的，是从香港来这样子啊。但是如果我们跟他们讲或者如果我们查一下，我们会知道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福建话不是那么好，然后我们。会知道，他们的资格啊，不是资格，他们的水平啊，你看水平，最高就是小学的水平吧，啊，那么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判法是不对的，啊，是不对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还可以看起来。菲律宾的教育的历史吧，好，40-50年以前啊，菲律宾的教育的水平真的高啊，但是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教育不是那么好了啊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方法不对，还有呢，这些。坏人啊，他们发现了，如果我们用这些技术，不跟老师分享，不跟同学们分享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团体一级的人员分享，只有这些人员啊分享，我们会毕业。我们会考好，但是以后呢，就是不对，结果就是有很多人，不会考好啊、不会抢英语，不会抢也不会抢菲语吧，所以呢，我们有真的这个问题，然后。这个问题有钱的关系吧，有钱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改变的话，这个情况要继续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事？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向。好，谢谢，我们还在学习吧。好，谢谢。